2月13号，全国中小学开学日，同学们都精神抖擞迎接新的学期。不仅家长和学生们是早早出门，狱里的警察呢也是总动员。由新到任的分局长林俊廷，他率领的侦查队、交通组，还有各分驻派出所同仁，针对辖区内34间中小学来实施校园安全维护及交通疏导工作，和校长、老师及志工妈妈们共同投入互同专案勤务。2月13号是全国中小学的开学日，学生们个个都精神抖擞地迎接新的学期。不仅家长跟学生早早出门，狱里玻璃室也是总动员。由新到任分局长林俊廷率侦查队、交通组以及各分驻派出所同仁，针对辖内34间中小学实施校园安全维护以及交通疏导的工作，与校长、老师以及志工妈妈共同投入互同专案勤务，护送学生过马路。狱里分局长林俊廷提醒家长，如果需要驾车接送学童，请提早出门，以免人车拥挤耽误时间。因此特别规划互同总动员，前往现场与校长、老师及志工妈妈们一同护送学童平安过马路。另外在进入校园的时候，同仁更上前进行交通安全及犯罪预防宣导，让学子能学习保护自身安全，以防患于未然。狱里玻璃室将持续实施交通安全以及犯罪预防宣导，教导学生养成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，并且学习保护自身安全，以防范危险。为了学生，将不遗余力守护校园。记者高双双狱里镇采访报道。